就是小而美的，对。当时你总统们在往这边往入加拿大，南边几栋，加拿大搬了嘛，房子之后又访问了，有巴沙尔瓦多，去看一个。我在那边电影里因为小朋友也不小了，16岁了，这样就进来了。结果当地的官员告诉我，就在大尔瓦多，台湾人这样的，5500位萨姆的，没有想到吧？全世界第3名，仅次于美国跟加拿大。不过美国、加拿大的人口都比我们多很多，所以如果以人口比例来讲，给我点一面啊。那我们中华民国在这方面的表现是非常不错哦。